大家好，这里是茶余饭后，点击订阅，让你的时光不再孤单。真正的爱人之间，不但身心互相同步，就连灵魂都会有所牵绊。因此，在面对爱人杳无音讯的情况，常常会变得失魂落魄，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到自己的爱人。之所以提到这种事情，是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资深艺人纪录侠，她与丈夫之间的故事就恰好印证了不顾一切都要寻爱的情真意切。纪录侠1961年与丈夫高碧达结婚，一直都很融洽的夫妻俩，婚后46年从来没有吵过架。她也提到老公非常照顾她，从来不会对她动手动脚，甚至在生活大小事上都细心呵护着她，总是将她捧在手心里。然而让她最难过的也是丈夫。年事已高的高碧达患上了失智症，在2004年的某日出门后就再也不见她回家。因担心丈夫在外受凉感冒，或因饥饿使健康受损，更怕遭恶人诱拐，纪录侠当即报了警。俗话说一夜夫妻百事恩，心如刀割的纪录侠日夜废寝忘食到各地的寺庙祈求，只要听到有人说在某地看过一个人好像是她丈夫，尽管远如新竹、宜兰等地都要亲自去寻找，有多辛苦他都不怕，定要亲自探个究竟，好似发疯一样。此外，他甚至不惜在镜头前下跪，希望大家帮忙找人，感人场面一度令人不舍。当时许多艺人包括于天等人听闻此事都立刻出动协寻，但无奈却一直没有记录下丈夫的消息。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，纪录侠一直希望无论老公在什么地方，只要平安就好。奈何等到2005年找到时，她的老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她欲哭无泪地成了寡妇。事实上，高碧达生前受尽了病痛折磨，在她走的前几年几乎整天都是卧病在床，连大小便都会失禁。尽管有纪录侠和两个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她也曾趁大家不注意勉强撑到阳台想轻生，幸好及时发现并阻止，而且有时候拔点滴或者尿管，只要找到机会就想离去。后来因为怕高碧达伤害自己，医生还建议固定她的双手，而且每回儿子帮她料理大便时都有种想哭的神情。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她，晚年却要遭受着无边的屈辱，根本无力还击。其儿子曾说，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，尤其是父亲和这辈的人，他们受着良好的教育，有着无上的尊严，若让父亲选择，他一定会在卧病前了结这一切。关于丈夫的去世虽然令人难过，但纪录侠曾在访谈中表示，至少不用再担心他会在外地受苦，得知结果后反倒不哭了。回想与丈夫的相识，某年他到嘉义水上机场劳军，邂逅了英姿挺拔的飞官高碧达。他曾主动向纪录侠搭讪，如果写信给你，你会不会回？后来他果真写信到电台，两人便开始联络，逐渐坠入情网。25岁那年，纪录侠果断放弃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，甘愿当丈夫背后的小女人，婚后生下三个孩子，卸下光环，转为平凡的家庭主妇，直到55岁才以歌唱老师的身份复出。婚后家里有司机、炊事等佣人，纪录侠过着自由自在的惬意生活。遗憾的是，当纪录侠的丈夫准备大展拳脚发展事业时，因为过度劳累带来了急性中风，让他不得不提早退下。退役后两人搬回台北，家事全由纪录侠亲手打理，有空则陪先生看电视。但丈夫先生整日在家看电视，却不到外面走动交友，而且看电视也不专心看特定节目，常常从第一个频道转到最后一个，后来她不得不到寝室去看另一台电视。此外，丈夫因为不到外面结交新朋友或联谊，待在家中难免会有无聊之感，所以偶尔到户外短暂绕一绕。然而尽管如此，仍旧渐渐出现了失智症状，所幸在纪录侠悉心的照顾下，症状有所好转。遗憾的是，后来苦寻好久的丈夫意外去世，虽然勉强安慰自己，但没人的时候还是伤心欲绝，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唱成名曲《望你早归》，因为每次演唱都会想起等不到丈夫回家的悲痛回忆。直到儿子告诉他，
妈妈，你要勇敢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爸爸，不能再失去你。他才明白自己必须振作起来，不能深陷在人生低潮当中。保持着正面的想法，在一个月后，记录侠仍然继续工作，成功从人生中最痛苦的低谷走了出来。也在沉淀了好几年之后，不仅重新唱起《望你早归》，80岁时还将和老公的回忆写成了一本书，名为《记录侠的歌唱年代》，其中也记录了他出道至今的点点滴滴，并感激歌迷们从不嫌弃他老。而他在歌坛中历练了几十载，自然发生过许多的故事。本姓邱的他小时候住在当时的大正厅附近，他的父亲曾去缅甸经商7年多，母亲则是将家中房间隔成数间出租给学生，除了收些租金外，也替学生洗衣服并供应早晚餐。因此家境虽然不算富有，却可称为小康之家。记录侠的父母一共育有6女1男，其中长女在当时的赤十字社做看护妇，次女、三女、四女均就读于当时的第二女中，第五胎是男生，第六、七胎都是女孩，第五胎的男孩是家中唯一男丁，也是承传香火的宝贝，第七胎的女孩则从小被一位校长收作养女。而作为第六胎的记录侠，在婴儿时期非常爱哭，而且一哭就停不了。那时有位朱万华以卖油汤为业的季先生与记录侠生父是好友，加上季先生婚后一直没生育，非常渴望有个孩子，而获悉邱先生有个爱哭的女儿，整日哭啼不休，对家庭生活造成困扰后，便和妻子赶到邱家，将爱哭的记录侠抱去万华家照顾，夜晚再将爱哭的他抱回邱家。如此经过一段时间，邱先生便试着将他留在家里过夜，照顾几天后才抱回邱家。后来到了记录侠8个多月时，就将他留在季家视同养女抚养。不过在他6岁那年，季先生与太太离婚，他便与养父二人过着相依为命的苦日子，邱家季家之间的音讯也在无形中断掉了。邱家不知记录侠的去处，记录侠也不清楚原生家庭在哪儿。直到记录侠就读小学4年级时，老师与他的姐姐是二女中同学，谈话中才获悉班上有一位邱姓学生，就是以前二女中同学的妹妹。从此记录侠才又与原生家庭重新联络上。而记录侠虽以优秀成绩于小学毕业，却因家贫无法升学。小学老师知悉后便热心代为报名，而且他考上师商后，学费也全由老师赞助。师商毕业后，因生性爱唱歌，他便在空余时就到住家对面的纸仔冰店听收音机，跟着播出的音乐学唱。刚好老板的亲戚是一名乐师，发现记录侠的好歌喉后，就带他到台北民生电台试唱。当时洪一峰的哥哥洪德成刚向民生电台买了一个主持节目，正好记录侠去试唱，他也觉得他唱得还不错，就答应让他到电台唱。但刚开始2个月不能知心，2个月以后才会每个月付他100元。之后记录侠陆续在亚洲、台声、中华等公司灌录唱片，但直到1956年力歌唱片邀请他录制《黄昏岭》后，才真正奠下他在歌谣界的地位。这首《黄昏岭》也成了他的招牌歌，至此他也成为首位歌后和洪一峰、文夏共享二王一后的称号。以前没有专业的录音室，最常录音的地方就是台北师范学校、中广等，如果希望有回音的感觉，就要到戏院里利用宽阔的空间营造出回音的效果。就是在这种歌唱环境下，记录侠什么歌都唱，其中当然包括电影主题曲，像是《疯女18年》《林头姐》等等。在闽南语片最兴盛的时期，他幕后代唱了70%以上的电影，最高纪录是一天录制21首歌。而且在1957年演唱的《绿岛小夜曲》曾连续2年成为票选最受欢迎的年度歌曲。此外，早在1958年的时候，他就曾在香港夜总会客串演唱，并参与《下雨》电影的演出。1960年代，记录侠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甚至还有称他为台湾的美空云雀。事业红火的他长相清秀，个性温柔，又是优秀有名的歌手，向来有很多富家子弟或才子追求，
但他认为，如果只是为了独自享受富裕生活而嫁，一定无法奉养年老无依的养父，于是拒绝了所有富家子弟的追求，改觅外地且无父母的单身汉，以期能接纳养父共同生活。于是在后来，记录侠终于寻觅到了挚爱高碧达。婚后退出歌坛的他，在闽南语歌坛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，但他灌录的歌曲却将近2000首。当时杰出的词曲作家诸如杨三郎、周天旺等人，都是先把作品拿给他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记录侠还是第一位被作为论文研究对象的流行歌手，而2013年举办演唱会一事，更让他达成了最年长女歌手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壮举。而且，即便他是以77岁、78岁的高龄举办演唱会，票房都是破下90%，哪怕许多新生代歌手都比不上他卖座。而歌坛为了感谢他对歌坛的付出，更是在第28届金曲奖上为他颁发了特别贡献奖的殊荣。如今已经80多岁的记录侠，身体很是硬朗，也依旧活跃于乐坛。他还曾在采访中以自身的经历鼓励长者多出来走走，说不然会有忧郁症，脑筋也会退化。也是因此，他在歌坛之外还教授学生们唱歌，为自己热爱的歌唱尽一份心力。他也庆幸自己唱了那么多年的歌，嗓音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对此很是感恩。看过记录侠的经历，让人不得不感慨，老一辈的艺术家总能将一身热血全部倾注在热爱的艺术中，这份敬业且无私的精神非常值得后辈们学习。也希望后来人能真的继承记录侠这辈人的意志，为歌坛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别忘了动动手指，点击、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更精彩，拜拜。